新北市消保官今天公布四家亲子餐厅安检结果，四家业者厨房及游乐设施安全卫生都不符规定，遭辅导改善，消防安检仅半数合格。消保官赖淑清表示，这次联合安检共选定三重朵纳好食亲子餐厅、泸州奥利维亚主题餐馆、树林区香草精灵景观餐厅、板桥区爱玛亲子多元智能馆。赖淑清表示，业者应尽到维护消费安全责任，家长消费时也应遵守使用须知，陪同并照看孩童，以维护消费安全。倘有发生消费纠纷，可向市府消保官提出申诉，以维护权益。